什么？ Wow！ 烤小卷只要10元，台北串烧新宠儿，太嘎吼矮黑梅森，香喷喷的烧烤有谁不爱啊？今天来到的是位于台北大安区的红火时代串烧专门店。这家店一开张就受到许多老饕的关注哦，因为这家店用的食材和价钱简直是 CP 值爆表。老板本身就对海鲜肉品很有研究，在这里可以看到非常丰富的串烧种类，也绝对不会想到居然可以用这个价钱就吃到干贝牛肉卷、剥皮辣椒肉卷、霸王蟹肉棒、烤马蹄、章鱼脚等等超多好料。边烤边刷上自家熬煮的酱汁，再撒上时代蜜粉，这样一串用心度超高的串烧虏获不少人心。梅森每次来都一定是大点特点，毕竟烧烤店上百家，能找到符合胃口、食材丰富又新鲜的不容易。梅森今天几乎是都拿过一轮了。他们家还有非常厉害的海鲜鸡汤，里头的料简直非常有诚意，凡利贝、花蛤给好给满。红火时代串烧香气很足，入口特制蜜粉和酱汁香气就充满口中，淡淡的咸香带出食材的甜味，而且每个食材烤的是恰如其分，该软的、该脆口的都表现得非常好。重点是小卷一只只要10元，这么好的事怎能不去呢？快看我的文章就知道喽！我先干杯喽，拜拜。